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是阿内。今天的原来如此，我们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法律相关的规定。今天一样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李明彦李律师，律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可能跟很多朋友的财务状况会有关系的，就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资金上面周转有困难，可能就需要借钱。那在债务方面怎么去处理，法律上面有什么相关的规定，这个就跟大家权益有关系，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李律师呢，今天特别要再提醒大家就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它其实过去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都是经济上面比较有困难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得到一些帮助嘛。那在债务方面它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协助可以提供，对吗？是的，基本上以往大家就会觉得说法律辅助基金会一定是经济能力低于某一个条件以下的人他才有资格去申请，比如说低收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民众，或者是只比这个再好一点点的民众才有资格去申请法辅，否则的话一定是不通过辅助的。但是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债务清理的部分法辅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不审查经济状况的。比如说我们也遇过有公务人员，然后有固定薪资的人，年薪很高的人，其实他还是可以透过律师的协助来处理他整个债务。因为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的经济生活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所以因此呢经济条件差或者是好，其实都是法辅有机会辅助的对象。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部分呢可以恢复，让你继续正常的生活，不要因为债务的问题可能就影响了你没有办法继续生活，那都是希望可以解除困难的。那所有的状况其实都是可以经由讨论来了解，那如果你对这一方面不是很清楚的话，其实都可以来提出咨询，来了解一下你自己的状况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那其实法律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的一个东西，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会记得是怎样怎样，但是法律是与时俱进的嘛，我们可能有很多法律上面的变动跟修改，那就会跟大家的权益就不一样了。其实像今年其实有个新的修改的法律，所以就变成跟大家还是过去的认定可能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可以了解的，对吗？是的，在107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它有经过修正哦。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有曾经在走清算的程序，因为当时法院的认定标准依据法律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可是在107年的时候其实它有经过修法又放宽了。那放宽了之后呢，现在它有开放民众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哦可以提出申请去重新认定以我当初的这个条件配合新修正的法律的规范，我是不是可以就是直接免责，是有这个机会的。只是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有时间的话拿出您手上的诚心清算不免责的裁定，如果有牵涉到的是134条第二款第四款第八款的相关规定，或者是说您有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洽询法律辅助基金会，然后由专业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律师来帮你们评估有没有机会重新提出申请获取免责的机会。跟自己的权益有关系，你的时间就一定要注意，因为他在法律上面他都会有这个算是效期如果你过期之后来提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用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过去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来提到，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就是跟债务有关系。一刚开始大家可能觉得
好像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跟信用卡卡债有关系了，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就是等于是一个蛮大的情况，有蛮大数字的人面临到说，哇，突然间信用卡申请很容易了，借钱很简单了，是的。那这就造成了有些人就过度消费，变成你刷卡了之后，这一些应该要付的钱你付不出来，那它就变成债务了，对吗？是的。所以那时候卡债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问题。是的，这样子的债务问题其实衍生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的压力底下齁。大家心情都会不好，那夫妻之间自然家庭无法和乐，那衍生的家暴啊，甚至于轻生想不开的问题，其实如果翻阅以前的新闻的话，其实是时有所闻的。哎，那其实说真的，我们也不应该好因为债务的问题就想不开。那因此呢，政府他就是立法者，他就是去立了这样子的法。那他有参考国外的一些立法，主要是日本那边，好，他比我们更早面临这样子的可能经济泡沫化之后衍生的这个卡债的问题哈。那因此去思考说，在这样子的经济结构底下，到底法律是不是应该要介入哈？那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我们后来就决定要跟进这样子的法律的规范，因此有了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它最早是在民国97年的时候开始施行。那其实这十几年来，它也历经了很多次的修法。那主要的大修正的话，大概是101年跟107年。最近一次就是107年的修法。那这部法律其实我认为它是一直有在根据整个施行的状况，那也有一些倡议团体在思考说怎么样去让这个运行的更好，所以因此有促进一些修法。那目前我认为这个法律它还是有帮助到很多的卡债族解决他人生的困境。那我们说齁，一个人的债务解决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家庭的稳定，齁，这个很重要啊。这也是律师齁，各位齁愿意承办这种消债案件的律师，他们我们是最殷殷期盼的，希望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整个社会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力量。记得这个信用卡消费刚出现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蛮高的门槛，你可以申请到信用卡的，可能你本身的经济状况就要一定的条件，所以刚开始它的审核门槛放宽之后，就突然间大家都我只要申请一张信用卡，我就可以买什么刷什么，然后这一张如果缴不出来，我再去申请一张，然后借钱出来缴第一张，结果这个债务就越滚越大。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说这个金额跟数量这么大，可是呢它的确在那个时候造成了一个算是蛮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有蛮大的数字的人现在都面临到一个债务的状况，而且感觉上没有办法解决。在如果说你人生遇到一个困境，你认为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就会衍生很多其他的状况出现。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决定要介入，就是这个情况有点规模有点太大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理财观念、消费观念非常的重要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这个经验，整个社会都好像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是的。那在那之后呢，大家有经验之后，当然慢慢的对理财啦、消费就更有概念了。是。但是的确在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付出了一点代价哈。那如果遇到这种卡债啦、债务的问题的时候，等于我遇到一个很大的关卡，那我该怎么办？很多人是很无助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跟法律辅助基金会这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提出申请呢？基本上齁，在高雄地区，就我所知，好像高雄法服的话，它是接受用书面的申请方式，就是它有一个其实还蛮
几乎是两面的表格，很简单的表格，大概就是让法服了解说你现在的工作的收入，然后你的债务齁、有担保无担保。所谓的有担保债务就是说我以我自己的财产去供齁、提供给债权人齁、保证我会付出这个钱，比如说像房屋贷款，像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按照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来处理。但是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里面它也会有自用住宅的特别的那个约定的条款，这要看当初齁、在买卖房屋的时候齁、我们有没有签这样子的特别的条款。那基本上齁、我回过头来讲，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它最主要要处理的是无担保的债权。无担保的债权主要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比如说齁、信用卡啦，现金卡啦，信用贷款啦，民间亲朋好友的借贷啦，好像这样子的债务它是可以透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来做处理的，那也是法服齁、它要扶助的对象。那基本上就是告诉法服你的债务大概是多少，然后你的收入的情况，还有你每个月齁、你要开销支出的状况，以及要抚养的人等等的齁、那或者是说你有已经锁定了你要走哪一个程序，也可以让法服知道，然后指派律师来做协助。嗯哼，如果遇到这样子状况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现在有一些管道跟方式是可以提供协助的。好，因为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心中都蛮慌张的，那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时候卡债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可能本来的财力不这么雄厚的人，他没有担保品，那他在无担保情况下借了很多钱出来用，那这个债务的部分他现在无力偿还该怎么办？现在就是用这一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的方式来协助你度过这一个状况。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理财跟消费的状况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可是如果你已经遇到了这个情况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好，那遇到这个债务的问题，接下来还是有一些管道可以来帮忙。那刚才我们律师有提到，就是包括你欠了多少钱，然后你现在收入如何，那支出如何，其实是要去评估说你以后你的收入多少要来还钱嘛。是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希望可以解决债务的状况。那我现在假设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在被扣薪的状况了，那我也一样可以来找这个方式来处理吗？可以的，但是这个方式呢，因为它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做处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法服有律师介入的话，我们先是依照强制执行法第122条、这个也是在去年、有一个修正新修正的规定、它的意思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不管债权人怎么主张他的权利、这个一定要保留我们债务人以及他要抚养的亲属，就是法定义务、一定要抚养的亲属最必要的生活费用。好，啊，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债务人也等于说他给你一个喘息的空间。对，好，那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才有提到有些人可能太久没有处理了，所以连自己债务的状况都不清楚，那怎么办呢？这个部分我建议可以到各邮局的窗口，好，去提出申请，就是申请银行的联征资料。好，这个部分的话它可以印出债权人清册，它起码可以把你的曾经跟银行往来的交易记录全部都列印出来。但是我说真的，因为这个联征资料我们也有遇过好，联征资料上面没有，可是实际上有存在的债务，这个比较麻烦。所以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假如您有债务的话，还是要努力的去回想，虽然这个回想的部分可能是非常的不愉快，也非常的痛苦。那掌握全部的债权人一起纳入这个程序是有必要的，否则的话日后只能去申请去主张说因为债权人他没有什么不得已的状况，所以他没有来承报债权，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这部分就会变成又落入法官去裁量的空间。
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全部的债权人都纳入的话，一旦免责了就是全部都免责，嘿，这部分对于债务人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对自己的，我觉得这个单元很重要，就是法律的观念，还有对自己的一些义务跟权利要深入的去了解。很多朋友在尤其是文件内容都没有很仔细的理解的时候，可能就做出了很多的决定。好，那在之后要来去回过头处理这个先前的决定，其实后续都有很多更复杂的文件。好，所以如果遇到任何情况，你觉得这个条约啦、文件啦、合约内容你不是很清楚的话，我觉得不妨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来寻求专业律师的协助。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对合约书啦、对很多都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个时候可能是会伤害自己或伤害到别人的权益，都不一定。所以最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付出一些时间跟金钱成本，找专业的律师帮我们一起来评估，这样子可以避免很多其他的状况。因为其实有些债务的产生有时候可能是被骗了，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签了合约，可能跟你本来的认知不一样。是的，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现在目前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其实都可以向法律辅助基金会这边询问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你。对，那另外还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件事情，就是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它对于债务的免除，其实它有很宽松的效力。怎么讲呢，我们有听过六亿的保证债务就是一笔勾销不用还，所以呢，相对的，他要求他科予这个来申请的人吼，也有比较重的诚实的义务，他很重视诚实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不脱产这件事情，不要随便去做损及债权人权利的事情。那有一些朋友吼，他很可爱，他就想说，那我名下有保单，或者是我名下有一些房产，那我赶快把它转出去，比如说变更要保人，或者是变更这个所有权人的动作，其实我们都是不建议的。嘿，因为其实这些资料啊，银行或者是银行很厉害啦，那法院更厉害，其实都查得到，它都会有资料的。那一旦查到了，那个时间点很明确。好，那假如说又落入了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它规定的一些比较重的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的部分的话，那我认为就得不偿失。所以呢，要做任何的财产变动之前，提出申请之前，一定要我说的申请，比如说去把保单减额缴清，或者是把保单换一个要保人的名字，像要做这些动作之前，请务必要仔细的评估，会比较建议先来申请法服，经由律师仔细的评估跟告知整个程序之后，再来做决定也不迟。所以呢，要处理债务的问题，法服这边会提供一些协助跟建议。如果你不太清楚，那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先问清楚，然后再来决定，对于这个债务处理，然后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处理。那今天呢，我们是提到这个债务清理，当然它还有很多执行的细节，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做介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李明彦李律师，谢谢律师。谢谢大家。